Procreate 的五个快速功能，花了这么多花摸索出来的快速功能，绝对让你事半功倍，比别人快，比别人溜。一、快速选区，长按当前图层可以快速做成一个选区，这样你就可以随便做剪切，还涂不出去，一般搭配三指下滑使用，方便。二、快速预览，这么多图层，当你想单独看看某个层或某个组的时候，是不是都要把它们一个个关了？不用的，你长按后面这个小方块，看其他就自动隐藏了，再长按又回来了，搭配快速图层功能极其好用。三、快速合并所有图层，合并所有图层的时候，是不是还在这样一个一个选，然后一捏合并，那不就瞎了，图层都没了。试试这个小扳手拷贝画布粘贴，这就合并了，并且原来那些原始图层也还保留了，这样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给它整体加效果了。四、快速插入跟快速导出，屏幕底部上滑向侧拖到一边分屏，哦吼，这么多图片随便选，直接拖进去就好了，方便快捷。同理，快速导出，直接要把导出的图层拖出去就成功了，还可以多个图层一块导，一个图层一个图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五、快速切换，都晓得快速点两下这个笔可以切换笔和橡皮擦，你试一下长按其中一个，可以让画笔跟橡皮擦使用同一个笔刷。同理，长按这个涂抹小手手，它也一样啊。还有这个颜色，长按能切换上一个颜色。还有，我咋觉得五个不够嘞？但时间超太多了，快保存、收藏、收摊儿 ，nice， 晚上一起画画。